一年前，有四名受害者接连遇害，尸体就像沙漠的干尸一样，现场没有指纹，没有作案工具，我们想象不出来凶手的作案手法。根据目击者的描述，这个人的容貌和我们手中的画像非常的相似。警察，准确的说是一名法医，这是我们是最好的法医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份子。小白跟我说，你做尸检的时候喜欢和尸体对话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破案。我是来帮你的。我不觉得人死了以后就可以变成随意处理的标本。大家各就各位，准备行动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这次你选的道路真是太危险了。男人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明川知道我在查他吗？他们可能知道了。作为警察，你应该查下去。可是作为一个女人，我查不下去。我想让世界知道，你曾经活过。